漫长的季节大结局，这些疑问终于解开了。沈墨确实被亲大爷性侵了。不仅性侵，沈栋梁对沈墨多年殴打、虐待、控制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全剧第一该死的角色，沈墨亲手手刃仇人也算是大快人心。唯一的遗憾就是沈墨没有在1998年就送他上路，而是又让多活了18年。亲大娘纵容沈栋梁的受刑，沈栋梁对沈墨的所有暴行，大娘全部看在眼中，却一言未发。她甚至能纵容自己的丈夫性侵自己的侄女，也是罪该万死。终于大娘在家里躲过一劫，在医院还是死在沈墨之手。彪子确实死了，彪子的一生就是个悲剧，跟马大帅中的彪哥像极了。彪子表面咋咋呼呼，内心非常善良，当他见到丽如跟好哥在一起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彪子知道他败了，也该放手了。彪子同意离婚，净身出户，在美梦中带着笑容离开这个世界。丽如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最爱，最爱自己的还是彪子。在彪子临前，丽如哭诉希望与彪子下辈子还在一起，如果还能记得彼此的话。响哥跟巧云走到一起，巧云爱响哥，响哥一直逃避，因为他还有王阳，这一道过不去的坎，巧云也算是带着情绪跟了退休老师。不过沈墨归来，响哥得知真相，他终于放下心结，越过这道坎，决定跟巧云共度夕阳红。套牌车司机是沈栋梁，撞的人是沈墨。沈栋梁猜到沈墨没死，多年一直暗中寻找，终于机会来了。傅卫军死在监狱中，沈栋梁以家属身份领走傅卫军的骨灰和物品，在傅卫军与贾嫣红的信件中找到真沈墨的信息。当沈墨从内蒙赶来桦林市，沈栋梁便开着套牌车撞向沈墨，可惜技术有限，没有伤到沈墨要害。王阳是为救沈墨而死，沈墨与王阳约定16年11月17号离开桦林，王阳决定投案自首，替沈墨扛下所有。没想到沈墨在卢总之后又多了一条人命，嫣红。王阳不知所措，心生退意，沈墨失去王阳，万念俱焚，跳进小凉河，王阳随即跳进河中救下沈墨，但他自己却没能上岸。沈墨没有杀王阳，王阳也不算是自杀。祥嫂是自尽身亡死，祥嫂一直患有心脏病，本以为他会是因病去世，没想到王阳彻底带走他活下去的愿望，祥嫂走得决绝，让人泪目。王北就是王祥捡来的。1998年11月，王祥失去儿子，再失去老婆，祥哥生无可恋，躺在铁轨上，火车呼啸而来，身后传来婴儿声，祥哥带走小孩，重拾活下去的勇气。小孩就是王北，他不是丽如跟厂长的孩子，也不是沈墨的孩子，他就是个弃婴。马队脑袋血栓，心里通了。经过一夜折腾，马队血栓了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脑袋有点不太好使。不过就是血栓这一下，让马队打通任督二脉，轻松破解18年前的案子。马队来到警局，给所有刑警上了生动一课，案件讲完，脑袋继续不好使。唯一一个小问题，化钢厂宋厂长以权谋私，玩弄女色，公报私仇，侵吞国有资产，挖社会主义墙角，这些都很现实，就是他那么快被纪委带走，好像有点不现实。理解，都懂，